三秒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上次有提到说，卡那边我还漏掉很多东西了，所以我要是现在，我再回去爬一遍。我们要跳跃，所以应该不需要带。这个可以换掉，换什么好嘞？换这个好了，这还好像还没有试过。慢慢转回魔法师了。橘寒讯息是哪招？这样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上次来这边的时候还没有隐形可以用。来挑战这鳄鱼。我觉得好像有效哦，好像可以偷打哦。火球可以打他更痛。哎，照说他那一只只有一次的话，应该已经解决一只了，但应该还好。好哦，不过我已经感冒了，现在注意好像有点太迟了。那一只不见了，来试试看大火球可以打多少。太强了，爽钻。这只应该不会活过来吧？哎，可以祈祷。
是神指的守护者。人心沉淀物啊，我先看一下它有什么作用啊。好，好像没有什么作用，那就给你吧。我每过一个礼拜就老20岁啊！居然是洞窟。东西都是收集的，10个换一个东西，30个换另外一个东西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跟两只蜥蜴奋战的瞬间，其实没有什么奋战，它两只蜥蜴被我虐杀而已。你可以拿回去看，或者是等之后记录。不过记录现在还卡在上个礼拜都还没有出来，所以可能会累个蛮久的。他们不会追、欸。我身上插这两个吗？还是不好打啊，这里。居然是虐杀！哦，我就开了隐形，然后就发现他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就很开心的把他杀了。隐形实在是太强大了。哦，我差一点就要走下去。
还好没有犯这个蠢，去另外一边。 这样不就要重走，重打？ 这边不知道是能下去还是不能下去的地方。哎呦！是能走的吗？ 是，好弱。 好像也没有漏什么。嗯，最高输出的还是这个。 混沌火球弹，之前不知道被哪一个说是大混蛋，是不是你啊？这里好像上次是没有来的吧？还是有啊？ 有门可以开，哦，所以是这条路了。这条路的话，就可以缩短不少距离。 好像也没得说，是没错，我已经有蜥蜴的萤火。 这边好像什么都没有啊！哦，猎龙大弓，我拿到猎龙大弓了，开心！虽然我用不了，这看起来没有办法回去了，我只能先下去绕一圈了。
到我，你什么都没看到，没有看到我身上插的那把剑。又来到这里。再去电梯之前的塔里面还有一条隐藏路，这条我还有印象，之前来了什么都没有，不晓得可以干嘛。然后那时候你们说是支线任务。但是我没办法触发。好，所以这边基本上是没东西了。那就这里是走去那个的，上次还没有这个讯息。好，我来上。上楼去，我记得往上转可以到一个更高的地方。法术这招我觉得太废了，可想而知追踪者应该不会好到哪里去。欸，可是他完全比较高欸。好了，再待待看好了，给他机会。单挑用的，你说跟人单挑吗？刚刚看起来伤害也才70几而已，应该是不强啊。我还是把它换成我的小火球好了。小火球，这样应该就行了。好练的，灵魂那么多。
我，他居然看得到我！完蛋，就知道灵魂是浮云。我现在第一轮啊，灵魂不是浮云啊，很需要啊，但我都留不住。 这么不能开哦，这么显眼的一扇门居然不能开，完全被耍。左边呢？没有敌人。 隐藏墙壁，一定要绕远路，这麻烦了。反正通常会写另外一扇打开，刚刚那一扇应该是完全不能开的吧。 是毁灭的时候了，泪很有用。不知道什么东西很有用呢，我都没有被提示到的感觉。这里的楼梯也太脏乱狭窄了吧。 前面要当心左，哦，左边有三只卡。如果没有开隐形走过来的话，大概就砰砰砰，直接回去重生了。
换了，现在一样都是乳酸饮料啦。这里好多哦，多到一种夸张。宝箱，在打、啊，好，我开反方向的门。我就是这么打算的。这下，那我先去开门好了。哎，不能呢、欸，居居。怪没有打死，所以不行。好，直接闯过去。我知道我有需要增加元素灰体能量。刚刚我拿到一个元素碎片，等一下回基地一趟好了。也是很危险的，好吗？不要瞧不起他、啊。走过来，不然就漏掉了。要长跑，这个
这里。糟糕！我不在这，不要过来。你认错人了。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说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